飞镖上有毒，没想到吧？解药给我，解药我有，但我凭什么要给你呢？王白石，这件事与他无关，把解药给我，我任你们处置。给你可以呀，但你要给我跪下。王白石，板子，你不要，那我扔了啊，不要。 谁啊？我。局主，今天晚上的蟹杯特别松懈，他们去喝醉了，咱们现在就得走。今天晚上就走？对对对，胜率特别大，快走快走。局主，我听一个兄弟说啊，他昨天晚上半夜撒尿，突然看见一个人，是小宝的手下。 悄悄抬了两箱货物进了屋，我觉得这件事儿非同小可。藏私货，青龙寨大忌，确定吗？